麻溜溜的垫子上面来进行追逐战，比拼呢一共分为两轮，第一轮呢是单人战，每轮进攻方呢选择任意一个对手将气球在他的身后挤破，那么就可以开始追逐了。追逐的时候呢要用指定动作，只要两圈内没有被抓到的话呢就可以积一分，被抓到的话那对手积一分。请各位注意，当你被选择是被攻击的人的话，一定是从自己的右手边出发。右手边 啊好，对，右手边。现在迪哥来设计动作。好，来迪哥，什么动作？这个动作就是走两步以后做一个这个，就是走两步要做一个这个，而且得身体往后，身体往后。哇，这么难。迪哥，你能连起来做两个吗？两，预备，走，走，一二，走，一二，走。一二，走。好难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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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难。完全不行。凯凯，你顺撇了。凯凯在后面很认真练了个错的，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我就找他。好的，下面呢我们首先请杨迪发起攻击，去到中间拿一个水球。我刚刚顺拐了，但我动作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你顺拐了动作是对的，这句话你怎么说得出来的呢？这动作咋做呀？一二，走两步坐一下。我没跳过。好紧张啊。我就找他。走走，快快快快，跨，一二三，跨，一二走，跨，跨，一二走，跨，跨，不是哥，太像个老太太。小碎步，我这是为什么呀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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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迪，你都追不上虎哥。他终于还是摔倒了。杨迪好擅长啊！好，对，好，杨迪拿到了一分。没关系，现在虎子来设计下一个动作好了。虎子，由你来进攻，你设计下一个动作。设计下一个动作。还是说我们就是换一个人来进攻，不然的话这个对虎子不公平，因为他现在体力已经一般了，好吧，就换成虎子的队友小普来进攻。我来进攻啊。来，我们就用跳的好了，好吧，因为刚才这个太慢了。对，跳的哈。怎么跳呢？双脚。对，这样蹦就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 OK。 好，来，我们捏完气球再跳，捏完气球再跳，捏完气球先走，走走，你走到那边可以再走回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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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迷惑对方。但是我们跑都是跑顺时针哦。你这时候可以，哎，他已经在，他在习惯，找感觉，他在找感觉，对。哥们儿，这纯浪费体力，真的。
好，进攻是王悦欣。你小子，哇，王悦欣好快呀！我的天哪，王悦欣好快呀！抓到了！你小子想我呀？好快啊！哎呀，哇塞！啊，王悦欣记一分。行，太快了吧！现在我们把最后这把机会呢，那个弟弟和老秦，你们谁来？秦哥，老秦吧，老秦上，老秦上，老秦搞凯凯，搞凯凯，弄凯凯，弄他，别甩，别甩，上，老秦，老秦，不是老秦，弄啾啾吧，你也就这水平了。打了一套太极八卦拳，一跳，哇，好，对，跳，对，跳，双腿跳就行。一二三，秦霄贤自己追自己，自己追自己，抓自己的，我球没扔出去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这个环节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多智商不高的表演？你在我俩中选的呀？我选他，选他，没扔住，我敢选你啊！我不太行。哇，好帅啊！挑硬骨头，他挑战的是王悦欣，旁边的石凯。走，走，走，好样的！石凯，走，好样的！石凯，加油！凯凯，加油！加油！凯凯，加油！两个人都加油。秦霄贤非常快，秦霄贤非常快，而且他找到了一个方式，他蹦得很有乐趣啊。老秦那么高，重心那么稳的。哇！加油！走！凯凯冲卡，凯凯要冲卡，冲！冲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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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边已经在伸懒腰了。好，现在老秦击倒了这一分。吊凳，吊凳，吊凳，理解理解，吊凳理解。我们这样啊，我们下一个环节，鉴于大家的体力，还有想让我们这个环节更加刺激，我们第一改成双人战。对，大家套在一个游泳圈了，而且就只有一圈的机会，追上就追上了，没追上就没追上。哇，这个不用像上一轮那样跳啊，玩命跑就行，就玩命跑就行。对，现在来套进去，来准备啊。首先由弟弟和老秦发起进攻。啊？顺时针跑啊，别整反了。快！快！走啊，你走！快！走啊，你走！最后一波，冲！快！
冲！下一把不能追他们了，让他们歇息吧，让他们歇息，歇一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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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把是那个唐九洲和那个迪哥出发来进攻，来有请。我们还是要捏爆气球。我们先练习一下，走一下，小碎步啊，预备走。不好了，这么累吗？啊，哪边？准备开始了，我知道。他是练习，准备开始。他没有，他没有来了。准备开始了啊！准备走。走！走！走！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，稳扎稳打，别动，你们可以。两队都采取了一前一后的方式。虎子不知道为什么一上这个滑滑板，他就嘴开始歪。哎呀！哎呀！好选手。好，虎哥现在来了一个180度掉头，怎么反了？加油加油，差一点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加油！哎呀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没有坐上去。哎呀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没有坐上去凳子，坐上去了啊！坐上去了啊！坐上去了。没抓到，没抓到，没抓到。